大家好，欢迎翻到嚟收睇《只狼暗影相死》嘅原之弓篇下篇，亦都系原之弓嘅完结篇啦。咁其实原之弓咧，亦都系只狼里面最后一个版图。咁玩完之后咧，我哋就即将进入呢个结局篇噶啦。咁咧玩呢个原之弓之前咧，我都建议大家理解晒呢个奥之院呢个假王子嘅任务先啊。如果你要 perfect end 咧，尽量建议入仙乡之前要搞掂。咁啊，我都係玩咗仙鄉嘅一半嘅，所以我而家都仲可以解埋呢個任務。咁我哋之前呢喺唔知第幾集啦，俾咗兩個蛇心佢食，咁啊佢啊食咗一輪都未開門，今次啊終於開翻門，咁我哋同佢嗲兩句。巫女の忍び、そこにいらっしゃるのですか？你睇下佢發現佢食完之後佢睇唔到嘢。目が。やはり巫女の忍びよ。私はゆりかごとなれたようです。手を取っ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これはひんやりと氷室のようでございましょう。だからほら私の涙もこぼれ落ちる間に凍てついてしまう。冰雷啊，就系この氷涙をお授け。冰雷化为摇篮变弱，御子所滴下嘅泪滴，此即为冻结成冰嘅泪滴。将龙泪同冰泪咧，俾阿九郎大人服下咧，就可以完成摇篮嘅仪式。冰冷嘅龙泪就系所指依件事啦，就系冰泪沟龙泪。咁我哋今集咧喺仙乡篇就会攞到龙泪噶啦。一路我哋点解要去仙乡，就系想攞龙泪嚟到将呢个龙印之力解除噶嘛。咁但系当一解除嘅时候，九郎大人就会死。我哋只要将呢个冰泪捞埋落龙泪咧，九郎大人就应该冇事嘅。冇事啊。系，おそらくは冷たい龍の涙が刺すのは龍の涙とともにこの氷涙を飲んでいただくことかと。さすればきっと九郎様にゆりかごに宿っていただくことが叶うでしょう。好啦，咁依一个咧就系、是、啊龙印归还嘅龙叫做龙归故土嘅结局啦。OK， 咁我哋收米先啦。当佢咧变咗摇篮之后咧，就会多咗一啲唔同嘅嘢嘅。白金の包装を。これは冷たい。凍えたこの体がお米を冷たく輝かせるのでしょう。まるでささめ雪だ。ではそう呼びましょう。巫女の忍びよ、ささめ雪をどうぞ。雪花变若御子手中落下银白冰冷嘅米，就即系雪花。咁呢只雪花咧，系宝品界里面最强嘅宝品界里面最强嘅 item 嚟，我够胆讲，因为佢系持续补血，系补一大段时间，非常之劲。咁我哋已经储齐咗四粒念珠啦，又再强化下，我哋攞我哋啊八支念珠啊。咁其实佢每抽念珠咧都有唔同嘅故事讲啊，我自己都睇咗一大轮咧，就都可以开始同大家讲一讲有关只狼本篇一啲以外一啲鲜为人知嘅故事。咁啊不过咧我哋仲有个 NPC 未解嘅。咁而家咧我就会翻去呢个伟明底层嘅呢个神桥盘林嗰度。系啦，咁啊，去解一解啲 NPC 剧情先。咁其实翻翻嚟水生村咧，系因为有个地方咧，我喺之前系特登冇去到啊，就系、是、因为咧，喺今集我先会解到呢个 NPC 剧情。咁水生村咧，佢我哋上一集喺呢个原之宫里面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我哋捐咗入个咕窿咧，拎咗一扎龙鳞啦。咁另外咧系拎咗一个打开咗宝箱，拎咗一个叫做京城水嘅嘢。咁呢个京城水咧，其实就系、是、嚟自原之宫嘅水啊，你可以叫佢做原之水都可以咁讲吓，嚟自原之宫嘅水。咁呢啲水咧系好特别嘅，我阵间将会详细同大家讲一讲有关呢个水嘅嘢。咁咧呢度咧，其实我哋上次咪喺度偷听嘅，咁其实呢度系可以捐入去嘅，可以咁样捐入去。我一路冇嚟过，原因就系、是。攞埋个京城水先过嚟。OK， 咁啊呢度好啦。
你发现有个 NPC 喺度，飞舞神子呢度好似有一抽念珠，一支念珠，系乘车之玉啊！乘车之玉其实我哋都储咗好多啦，就系啲霸体药啦，我哋叫做好啦。呢度你见到有个咧，睇睇个衣着似唔似原之宫里面啲人，好似有个京城人，我哋嗲两句。嗱、啊，系啊，喺度饮紧嘢啊！哦，喂，做乜嘢啊？系啊，已经饮到癫咗。水生村呢度咧，又系有啲故事讲。其实我咧总合埋原之宫嚟到讲，因为系关乎晒成个伟明嘅版图。よいぞ、溶けてきたぞ。やが、さあさあ、皆のし、さあさあ、さあさあ、ああ、要成为京城人。见底啊，饮晒啦！呢个水咧，亦都系太淡，冇办法完全融进去。如果唔系咁样，我啲水太淡，我做唔到京城人。要用京城嘅水将庵装满先得。咁咧，所以我哋就要俾京城水佢啦，就系、是、嚟自原之宫嘅水。咁点解佢话啲水太淡呢？其实因为咧，原之宫嘅水咧系万物，即系成个伟明世界嘅万物嘅水源嘅源头嚟嘅。佢啲水咧就会流落唔同嘅地方，分别流去先锋寺啦、呢、這个水生村啦，同埋流落去思源嗰一边嘅。咁我哋阵间点解我会可以咁样分析到呢？我哋阵间解一个叫鲤鱼王嘅任务就知咩事啦。哦，我哋交付京城水，これをやろう。啊，俾你饮啊！总算能被定同人力加入佢哋。那，跟住俾龙泉我喎，我俾啲。哇！即刻大口饮喎、啊，黐线啊！呢、這、一个就系水生村啲人追求不死嘅其中一个故事啦。咁我哋咧，我都记得呢度有抽念珠啊！呢度有抽念珠啊，佢拎埋先，系咪？我冇记错啊嘛。轻盈前袋，喂，个抽念珠去咗边啊？个抽念珠去咗边啊？呢度上去啊？冇错啦，好感动啊！好，散落念珠。OK， 咁咧，佢饮完水咧，我哋而家我快一快放，咁诶要翻去坐一坐，佛像位再翻嚟咧，咁佢就会变咗第二个样啊！我哋呢度翻翻去先。好啦，我哋翻翻嚟咧，你见到呢个京城人咧，已经变成咗我哋喺原之宫里面打嗰啲怪物，怼佢一下先。好，系啊，吸吸吸吸吸，你哋会吸到啲好东西。保利之轮有成五个咁多。咁今集咧我哋为咗解下个 NPC 任务咧，我哋系要需要好多嘅保利之轮。咁事前嘅关系已经储咗19个保利之轮，其实已经够有盾噶啦。咁我哋正式开始继续攻略原之宫篇，咁啊翻翻去嗰边嘅萤火先，唔系嗰边嘅佛像。好啦，我哋翻翻嚟原之宫呢个赏花平台嘅佛像位咧，就会打埋呢个中波士先嘅，就系、是、一只牛啦。咁啊，同之前喺伟明城篇嗰度打嗰只火牛系一样嘅。咁啊，只不过嗰只牛个名唔同一啲咁嘅啫。咁啊，建议清晒上面呢一度嘅所有怪物先。咁咧，其实头先嗰个 NPC 剧情咧，系讲有关变身嘅一个嘢嚟嘅。咁其实咧，呢度嘅水源咧系嚟自一条神龙，咁啊有神体加护嘅水嚟嘅呢度啲嘢。咁咧，但系你见呢度啲族人咧个名咧，其实叫雨顶龟啊，吓死人咧！呢度啲族人咧，我哋上一集打完嗰只 boss 啊，佢叫瑜伽美族，大家应该有个印象。哎呀，咁其实呢一只牛咧，你可以直接秒佢。我哋好唔好直接秒佢？可以直接引杀佢，如果我冇记错，可以高空引杀。睇睇先，睇先，系啦，呢度可以高空引杀，但系只杀佢唔死啊，快啲！
咁啊，呢度玩一玩多啲嘅岩手忍具先。OK， 我记得咧，我哋上次攞咗一个叫做我哋强化咗一个叫回音指哨，依个系令到野兽陷入狂乱嘅，系啦。OK， 好。回音指甲有冇反应啊？好似冇乜反应喎，好似真系冇乜反应。咁啊，其实呢啲咁嘅鹰牛啊，完全冇难度噶啦，打到呢一个位，搞错啊！不过佢完全完美回避喎。陣間先再講故事啊！打呢啲要專心，唔係 sorry 啦，咁啊，唔使咁啊。不過佢完美迴避曬我啲，唔係咁好喎。佢開始發癲啦，已經啊，準備發癲啦。不過依只咧會特別啲嘅，佢臨死前會橫衝直撞，我哋飛一飛遠少少，係啦，跟住就收佢檔。咁啊，冇乜難度啊。其实你懂得用善用二手忍具咧，呢啲怪其实好易打。哦，散落念珠，再加一个野兽罪孽啊，就能够增加指人上限啦吓，都几有用嘅一啲 item。好啦，咁啊讲翻嗰个故事先。咁你见到咧呢个成个原之宫咧 ，total 最大嘅两种怪物咧就系头先我哋打嗰啲武士，另外就系嗰啲吹笛嗰啲咧已经腐朽咗嘅呢一啲。咁咧，其實佢係分兩種嘅，原之水咧，頭先講嘅神龍加持嘅水咧，佢令飲用嘅人會有呢個長生不老嘅。咁我哋翻去胡之貴人講一講啲嘢先。咁嗰一個長生不老嘅水咧，當你飲用咗嘅時候咧，你係會獲得長生不老嘅能力啦。但係如果你飲得太多嘅話咧，个人就会支持唔到啊！即系啲饮用嘅水嗰个能力系因人而异嘅，身体承受唔到就会变咗嗰啲吹笛佬咁样啦。咁呢度咧，你要用一用啲保利之轮嘅。咁你当你用咗12个保利之轮，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用12个保利之轮咧，你就可以解锁佢嗰个交谈噶啦。もう、お主、もしどこかで我と同じ壺に合うことがあっても、あやつの願いを聞かぬでおくれや。あれは一族の恥物、己のため、主の恋様を神仙とした大逆の罪人よ。好啦，咁佢头先讲紧嗰个另一个狐之怪人咧，就系我哋之前喺龙泉泽嗰个平田泽地遇到嘅第一个狐之怪人。咁呢只咧叫维胜嘅。大ブロコが戻ったの。嗱，咁依家就系我解锁咗嗰个交谈啦。你买咗咁上下，又好似买咗12，俾咗12个鳞片佢咧，系叻机，系叻机。しかしブロコは尊いの。まるで我までが尊いよ。好啦，继续倾偈。もうお主ここまでの働きあっぱれであった。ゆえにお主を見込んで話を。いや、秘密を。好，咁啊，俾咗咁多钱，梗系要听听秘密啦。お、さよか。知って、秘密事じゃ。この餌を。将呢个紫条献给鱼王。くれぐれも誰にも知らない。静静地咁样俾鱼王，高贵嘅利食。好啦，就要将佢喂俾个霸主之嚟。如此一来，就会将宫中秘宝交俾你。好，咁啊，嗰条鱼王咧，我哋之前喺一入原之宫嘅时候咧，有一只 NPC 已经同我哋倾过偈咧，就话佢老豆俾嗰只鲤鱼王迷惑咗，就不断咁样去喂食佢个喂食嗰条鲤鱼啊嘛。就本身喂食鲤鱼一样嘢咧，并唔系佢老豆所想嘅嘢嚟嘅，而系俾嗰条鲤鱼迷惑咗先至咁样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嗰依个 NPC 嘅任务就系嚟解救呢一个被鲤鱼迷惑嘅嗰一个男人啦。好啦，咁啊呢度咧，当我哋上一集打完呢个瑜伽美首领嗰个阿静啊嘛，
咁咧嗰个会掉雷球嗰条友，咁我哋咧而家就可以畅游呢一片海域噶啦。哇！正嗱，咁咧呢度咧建议大家有保利之轮，即系有见到有保利咧，尽量去清晒佢。咁因为时间关系，我都攞咗唔少嘅保利之轮啦，咁所以就我就唔需要话好仔细咁样搜刮啦。因为上一集就搜刮片，今集咧先至系重点，就系、是、NPC 解 NPC 剧情嘅篇章同埋打 boss 嘅篇章。啊，咁呢度都顺便讲一讲呢度啲族人啊。原之宫咧嘅族人其实就叫瑜伽美族啦。咁瑜伽美族咧，其实是一个神，你可以叫他做一个神龙族，因为他们是信奉神龙的。而今集我们将会遇到一条神龙，那一条神龙就叫鹰龙。那呢这条神龙怀有这个神体的东西，就长期浸在水里，就令到水得到了他神龙的力量，所以就会导致呢吉你一嘢， okay. 就导致呢度饮用完水嘅瑜伽美族人咧获得咗神力，哦，珍贵利食，我哋阵间有用嘅，呢度纯粹执一执嘅啫。咁所以咧导致成个瑜伽美族嘅人咧都系非常之强大嘅战士，同埋都有一个长生不死嘅能力嘅。哦，咁呢度我哋 focus 翻嗰个重点先，就系呢度咧其实系有只 boss 要打，有只中 boss。中波士都幾麻煩。咁啊，海域呢度咧，其實你分兩三片海域嘅啫。呢一片海域咧，我哋叫做無頭人海域；另外一個海域就叫做鯉魚王海域。咁我哋分咗呢兩個海域咧，基本上就你就知噶啦。咁點樣分咧？無頭人海域呢度咧，就有一隻無頭人加有一條化咗灰嘅巨大魚骨嘅。OK， 嗰只無頭人好難搞啊！啊，珍貴你食草一草得噶啦，其實唔係好重要嘅。咁啊，陣間話俾你聽點解唔係好重要，因為你只要解咗 NPC 任務咧，依一個你食對於大家嚟講係冇乜用。睇下先，我要依個揭孔粉，壓孔粉。OK， 咁咧你見到前面有一隻無頭人，佢呢只係兩隻無頭人，我建議清咗幻象嗰一隻先。等等等等，哎呀，黐线咩？哦，太贪多啦！后面有一只无头人，所以好啦麻烦啊！呢个地方危啊，走啦！哦，饮一饮水先，好易死啊！呢个地方其实，我黐乸线，哇！死人啊！死人冧楼啊！冇啊！压桶粉。点解唔俾我饮啊？咦，佢好似啊喺水中只能够饮用呢个葫芦嘅啫喎，所以我哋要啲时间去等佢 C 一 C D， 都几捻麻烦嘅喎。压桶粉唔得啊，系因为粉啊嘛，我哋用葫芦就得噶啦。OK， 用葫芦冇问题。啊，继续打。佢冇补翻满，哇，补满咗佢，有冇搞啦错啊？黐线咩？即系唔可以去，唔可以不要离佢太远喎。即系话，系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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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一只无头人都几难搞。游翻上去先 ，reset 啦，唔该。先啊！哇，二打一好烦，因为佢啲嘢咧会追踪，好乸麻烦呢只嘢。好，睇一睇，睇一睇。佢呢啲咁嘅嘢咧會做，哇！氣功波會黐孖筋咩？玩屎忽啊 ！Help me！ 我搞唔，我係氣功波啊！喂，死啦！哇！恐怖啊！走！吸你啊！黐乸线，好恐怖啊！呢啲嘢，走啊！走，喂，吓死人啊！中啊！好嚟，补补血唔该。
哇，要打得好啦，小心、啊！水中戰無頭人真係勁乸煩。喂，黐線啊！唉，好啦，恐怖啊！冇錯，有回生，冇咗回生。我想用強寶地撞添。佢 Netflix 水法依下真系超煩。打兩嘢要走，打兩嘢要走啦！佢咁樣咧用吸盤嘢吸你啊！哇，玩曬葫蘆添喎 ，help！ 哇，喺追蹤戰真係嚇死人！走啊！差不多，差不多，一半血啊！好危，又玩吸盤招手啊！好，等一等。嗱，又揈水法，我最惊系揈水法呢一招啊！佢揈水就系最重。哇！气功波，完，好完，唉。几乸大压力啊！打呢只嘢，夜叉六啊！咁咧佢就系话系呢个双胞胎诞生于世啊！呢两位勇者，所以点解佢系有两只无头鬼呢？就系、是、因为佢系双胞胎咯。OK， 咁呢度又系搜集宝利之轮嘅时间，好正喎、啊！咩嚟噶？散落念珠。咦，我哋哇咁快又储多三个散落念珠咯。咁其实呢个无头人水域咧，除咗带一只无头人同埋拎埋呢啲宝轮咧，就冇乜嘢好再搜刮噶啦，系啦。OK， 呢啲难鬼 item 求其执啲啦吓。哦，见到鲤鱼王就打下咁样啦。不过其实我最紧要系要攞嚟交换原子琉璃嘅啫，交换咗原子琉璃就冇需要再喺呢个地方久留。珍贵利食，咁我哋已经储咗三个珍贵利食啦。咁啊，其实唔储都得嘅，有咗珍贵利食攞嚟，其实攞嚟换宝轮嘅啫。睇先，嗰片水域你睇唔睇？嗰度直行好似有个 item， 不如过去领埋佢啦，就咁话啦。OK， 冇问题。嗱，咁呢度你见到有多原之水啊嘛。咁咧，我哋之前咪见到有个伏步位嘅。呢度出面，哇！只莲啊，喂，唔好啊，莲华老去，哇！真系咁死噶，有命座啊，有命座冇问题喎、啊，好、哦，竟然有命佑啊！咁我哋终于迎嚟 gameplay 第三次真正死亡啦，有乜所谓啊？好俾你啦，好啦，咁呢啲嗱，瑜伽美族，劲啊！嗱，你见到咧啲水不断由上流落嚟嘅，咁啊，跟住就会，因为我琴日唔系琴日，我上一集讲过啦，成个隻狼嘅世界咧，佢想尝试到设计到好似 Dark Souls One 咁嘅世界，就系、是、纵向洛德兰系棵大树啊嘛，而伟明城咧亦都系一个纵向嘅一个地图设计嚟嘅，就系、是、由原之宫出发，一路流到下面先锋寺，然之后就思源汽水处嗰度啦，即系两个原之乡嗰两个地方，咁然之后一路流落去伟明城，跟住伟明底层，然之后就会流到落去最底伟明底层嗰个地方，咁咧所以咧就演变咗佢有阶段性嘅不死身嘅。我哋阵间先再讲 ，OK。もし、系お若い、系有咩帮到你？お若いお人、もしや大理に行かれるのですか？系冇错。それならば脇道の方がよろしい。今は水の中、主の恋の寝床になっている。好啦。咁咧，佢就話前面嗱，依一個位咧，記住依一個屋檐位咧，遇到阿婆後面咧，就係、是、第二片水域啦，就係、是、呢個鯉魚王水域。なぜそのような？大理の扉はもう長い間閉じたままです。大事なお使いがあるのですが、
お若いお人に代理の扉を開けていただき、希望小哥能够打开皇宫嘅门。今日话水大，好啦。总之个鱼王咧就封住咗条路，呢个阿婆就过唔到去啊，想揾我哋开一开门咁样啦吓。你见到啊，李鱼王呢、这个就系鱼王水域啦。OK， 冇乜问题啊。咁呢度都有啲保利之轮嘅，中意啊拎，好，冇谂住走啊。啊，好难捉啊，算啦，大把保利之轮。咁如果冇記錯咧，成隻 game 可以總共攞到25個保利之輪。總之你玩一個週末咧，你可以攞到6個原之琉璃同埋25個保利之輪啦嚇。咁、啊、如果你要儲齊曬所有琉璃嘅二手隱具咧，你就需要10個保利之輪，唔係10個原之琉璃。換句話說，你起碼要玩2個週末先至可以將所有嘅二手隱具變曬做原之隱具啦。好啦，我哋深入皇宫啦。你见到阿李鱼王神已经喺度等我哋。我哋咧，其实呢度玩下引力嘅啫。咁我哋迟啲就会同呢个李鱼王做 friend 嘅，咁佢就唔会咬我，甚至乎可以令到呢条李鱼王消失嘅。好，好啦，唔好搞我，我求你，冇啊 ，help me，help me， 喂，冇啊，直接游上去啦。直接入去，拜拜拜拜你條尾，有種嚟撞我，有種嚟撞我，哇佢轉個頭已經見我唔到，好廢啊 ！OK， 好、上水，咁我哋就會兜到嚟呢個原之宮最深嘅深處，就係呢個皇宮嘅裏面。其實佢呢個造景咧係幾，真係幾靚。其實咧佢呢個其實講緊係呢個日本嘅西方傳嚟嘅一條。傳嚟噶嘛？依、這個不死身依一樣嘢，咁其實咧，依、這個西方講緊嘅就係中國，所以你見到依度啲建築物咧，由於佢係日本嘅美術指導啦，所以咧佢有少少日本嘅風格，但係佢 mainly 咧係想做依個中國嘅風格俾大家睇。順便睇下啲技能先，其實我已經學有5點技能咧，就可以獲依個偉明一文字。咁我哋咧依個偉明無心流咧有幾樣嘢學嘅，就係、是、有一個灰忍墮殺、灰忍聚殺，另外一招咧係叫做好難講俾你聽。遲啲我會想學依一招嘅，咁所以咧我會想學依個灰忍特刺嘅。但係其實奧義咧根本係唔好用嘅。有人留個言話少林指拳法，即係依個先鋒指拳法咧，有一招叫做旋風掃堂腿，喺由上而下嘅掌法或者定係腳法啊。佢系会打到人哋有超大嘅躯干伤害，我系想学高一招。我阵间先算啦。咁入到嚟皇宫内部，你发现咧，成个原之宫嗰个皇宫内部已经系腐朽得好紧要。哦，我哋开个皇宫大门睇嘅就系 ，OK。呢班友嚟睇下，佢哋为咗追寻不死，已经成班人身体负荷唔到，已经系。corrupted 啊，已经腐朽晒。呢个咩 item 啊？唔系好记得添。葫芦，总之 ，OK。咁我哋咧，其实集齐晒所有葫芦药噶啦。而家有9個加埋粒，总之就总共10個系冇 miss 到任何嘅葫芦种子嘅。OK。咁啊，有其中有2個葫芦种子就系 NPC 卖噶啦。咁咧，依度教大家去一句喂鱼嗰个地方先。咁啊，因为依度再上去咧就系打 boss 啊，但系我哋要解埋嗰个喂鱼嘅 NPC 剧情啊。咁就依度咧，其实有个位俾你勾上去，系嘛？勾上去咧，我哋兜屋顶过嚟依个位咧，系嘛？唔系喎，屋顶过嚟依个位左手边，依度系俾你可以咁样勾上嚟，好隐蔽。喂，搞鬼错啊！又系死地形嘅时候，应该要飞依个枝头先啦，飞上枝头边锋喎，点啊？跟住飞下面啊，如果冇记错，哇，点解啊？所以话依个 game 冇地形杀实在太好，好感动。佢呢位好难跳啊，依度跳过嚟系啦，咩顺利到步啦，跟住再依度跳过嚟。咁你先至去到呢个喂鱼地点啊！
好，有雷狗，唔好理佢。哎呀 ，OK。波动头嗱，继续我啊扫埋啲 item， 我先至去，先至去咩啊吓？先至去搵嗱，依度嗱依一只就系喂鱼嗰个 NPC， 就系我哋一入原之宫皇城里面咧，嗰、那个阿婆叫我哋解救嘅依位 NPC 就系嗰个阿婆嘅老豆，我哋听下佢讲乜嘢。佢应该依一刻咧就俾呢个鲤鱼王，鲤鱼王迷惑咗嘅。OK， 嚟啊！鬼佛见出，好啦，嗲两句啊！呢个系高贵嘅鱼，系鱼王，喂佢食啦，要敲钟，喂佢食嘢要敲钟，好啊，敲敲敲，啊！我哋攞咗两种鱼利啦，一种就系嗰个湖中贵人俾我哋嘅一个叫高贵猎食，咁我哋咧会俾珍贵猎食佢先嘅，就喺底里面执到嘅一啲食啦。我喂咗佢之后咧，就会有奖赏。OK， OK， 好开心俾你奖赏，好啊，一个保利之盾。咁我哋咧可以总共。其实咧唔使喂都得噶，我哋直接啊，如果我哋直接喂高贵猎食，解晒成个 NPC 流程，佢可以一嘢俾晒所有嘅保利之轮，再俾多嘢啦。咁咧，如果依一刻你再落水咧，见到鲤鱼王佢就唔会再攻击你，因为你喂过佢啊嘛。啊，题外话啦，鱼王好高兴，好好俾你奖赏。嗱，咁而家 total 有四片保利之轮啊，就系咁样咯。咁咧，我哋准备俾呢个珍贵猎食佢之前咧，我要花翻平田宅地咧去宅地街见一见我哋第一次见嗰位湖中贵人先。OK 啦，咁当我哋去到原之宫咧，佢就会触发到佢属于佢嘅剧情。咁你呢度就要选择去睇下你会帮边一边啦。一条咧就系想，依一个咧就系想成为下一个鲤鱼王。咁啊，由于我哋咧换咗依个面武岳面具碎片右半边，佢好似要消费七粒鲤鱼碎片咧，佢就会同你换嘢。咁啊，依度我顺便换晒所有嘢先啦吓，反正我嗰个鱼鳞数都够。咁啊，依度交谈啦。我哋话恋になりたいの長い時を。育ちと共にある老いぼれぬ恋にの。系啦，佢话想成为鲤鱼喎。お主、戦況の香りがするの。それに今までの良き心が。良きかな。啊，高贵猎食。戦況の主の恋に与えてたもれ。さすれば、我は恋となり。お主に非なる宝を授けようぞ。好啦，お主。咁咧就系、是，其实两个嘅珍贵猎食咧，其实换句话说都系有毒噶啦。佢哋两个都系想毒死鲤鱼王，从而去成为下一代嘅鲤鱼王，都系想为咗获得呢个长生不老啦。咁就算。即系不论系人类，就连呢啲咩湖中贵人咧，都系想获得长生不老啦。呢度就可以睇得出。好啦，咁我哋呢一刻咧就翻去选择，睇下帮边片。佢顶你个掣咩？弹开啦，左右飞。OK， 我哋翻去呢、這个耍利处。好啦，翻嚟耍利处呢度咧，我哋正式选择睇下帮边一边。咁咧我自己咧，其實冇乜所謂，你幫邊邊咧，對於個結果係冇任何影響嘅。咁所以咧，春場咧就係、是平田宅地嗰一邊，維勝就係、是原之宮嗰一邊。咁我會選擇幫維勝嘅，個原因係因為維勝夠近啊。嗱，咁然之後，當佢喂完高貴獵食之後咧，你再敲一敲鐘。跟住阿隻狼就去望一望，咦？去 Q 咗边啊？可能肚屙啊，咩肚屙消失咗，已经唔再俾反应我哋。
好啦，咁啊，依一刻依一个老豆系仲未知发生咩事。咁我哋咧而家再飞翻去胡之贵人嗰度睇下会点咯。好啦，翻翻去原之宫，你见到，依一刻呢条友已经破壳而出啦，佢就留低一个原之琉璃俾你。咁但系你发现佢已经唔知道去咗边，条友去鬼咗边咧？完全消失咗啊！啊，离开咗个湖喎，唔通真系流放大海？咦，下边有条鲤鱼喎，等我睇下咩事先。你觉得呢个通系咪好熟？原来佢已经破壳而出，成为咗一条新嘅永恒嘅鲤鱼。呢度佢就会同你要更多鳞片换嘢。咁其实咧，我哋已经换晒所有嘢啦，左右半边、左半边啊，唔系啊，争左半边未换喎。OK， 是但啦。哦，好啦，咁呢个就系鲤鱼王嘅任务啦。咁其实咧，咁最尾嗰条巨大鲤鱼到底去咗边咧？我哋呢一刻，用呢个佛像花翻去某一个地方先。咁啊，我哋翻翻去上面个佛像度，是但啦，翻翻上面个佛像度先。啊！我哋要飞嗰个地方咧，就系思源汽水处。咁咧，崩落峡谷啊！呢个就解释翻点解个地图做得咁正啊！翻翻嚟思源汽水处，你发现咦？点解条鲤鱼王会过咗嚟？呢一个就系鲤鱼王嘅引杀任务啦。当我哋用咗毒药去毒死呢条鲤鱼之后咧，佢就会跌落呢、這个。鱼王的白须，尽管霸主长命，若故亡咧，竹口须就会脱落，系啦。至于期盼者，那是达成使命的安心；至于期盼者，那是心愿成真的欢喜。其实讲紧乜嘢咧？达成使命的安心咧，就系、是、嗰、那个喂鱼老豆终于达成咗佢嘅使命。至于期盼者，亦是心愿成真的欢喜，就系、是、新一代鲤鱼王的诞生，湖中贵人嗰一度。好啦。咁你由呢一个地方咧，睇得出咧，呢一条鱼咧，应该系死咗，随住水流咧，由上一路跌咗落嚟呢一个伟明底层嘅，因为呢个崩落峡谷啊，唔系伟明底层，因为呢个崩落峡谷咧就系喺呢个嗱，我哋睇一睇地图先，崩落峡谷咧就系喺伟明主城嘅一个白蛇神社对落嘅，咁咧而呢个原之宫咧。就係喺世界最頂嘅，所以咧佢咧啲水流隨住水流咧，佢就會跌咗落嚟崩落峽谷嘅依個思源汽水處嗰度，就係咁樣啦。所以其實咧佢喺地圖設計方面咧，佢都係做到一絲不苟。我喺度真係佩服翻宮崎英高，其實佢喺今次嘅隻狼裡面，佢都係付出咗好多心血嘅。我哋翻返去撒利處，好啦，翻返去原之宮咧，我哋。你睇下，唔开心啊！佢见唔到鱼王。女士，伊之国。好啦，我哋俾个鱼王嘅白须佢啦。鱼王已经死咗啦。女士。终于都达成使命，细神哦，唔使多谢我，咁点解佢会多谢我哋咧？又系因为佢俾鱼王迷惑咗之后咧，佢系无限轮回啊，直至到鱼王死咗先解除嗰个封印。婆婆之前我哋喺第一集即系原之宫上篇咧。点解婆婆话想我哋引杀咗依一只鱼王？个原因就系可以由依一个举动咧，释放翻佢老豆喺嗰个迷惑之中咧解脱出嚟。所以咧，当佢解脱咗咧，佢非常之多谢我哋啦。咁我哋 reset 个场景咧，你见到我哋已经帮婆婆达成咗佢嘅心愿。哇！呢啲剧情真系好乸正，我自己觉得。お疲れ様でした。父様、永遠などなくとも、私も姉様もずっと
一緒ですよ。即系睇到眼湿湿呢啲地方。休みましょう。其实佢都系讲紧永生不死嘅反面故事啊，就系好多人追求永生不死，但系呢一个亦都系永生不死嘅其中一个实例啦。当佢永生嘅时候，佢得到啲乜嘢咧？只能够得到无尽嘅痛苦，而佢嘅子女只系为咗想佢喺永生里面得到解放。哇！真系觉得佢呢个故事好感动。即系我第一次玩呢个故事，我真系玩到眼湿湿。OK， 咁我哋正式攻略埋原之宫最后嘅地方啦，就系、是、皇宫内部。好啦，翻翻去原之宫内部咧，正式攻略呢、這个原之宫最后嘅地方啦。咁呢度都讲翻少少感想咧，就系、是、咧有好多人玩完隻狼咧，觉得隻狼好似退步咗，比起以前 Dark Souls 嗰啲。但我覺得大家可能是接受不到他那種風格，是由一些 很幻想風啊轉了做一個 很現實的風格，因為始終喂呀人類踩你的頭去踩不到哇浪來謝謝真的不錯，你班朋友對你挺好的。要乜嘢啊？哦，哎呀，空中流落嚟，哎呀，落唔到嚟，顶你个掣咩？屈死佢先！喂，你跳完啦，我好憎呢啲怪系咁喺度跳。好，瑜伽未冇事，全部都系粗鲁嘅冇事。我其实有啲想讲翻瑜伽未嘅。因为瑜伽美咧系龙神族嚟噶嘛，咁除咗识雷击之外咧，佢哋长生不死，好似头先有讲到。Anyway， 点都好咧，瑜伽美族人其中有一个叫巴嘅咩瑜伽美女武士啦，就系、是、同以前嘅龙印御子阿象咧，就系、是、一同出征啊嘛。我觉得呢一个故事咧，如果佢唔摆喺 DLC 度咧。我覺得真係會蝕咗，因為巴同埋象呢兩個故事咧，喺九郎大人嗰度不斷亦都有聽到呢兩個人嘅故事，但係咧都冇乜點樣正式去即係遊戲正傳冇出現過呢兩個人啊。巴有出現過，一陣間我哋會見到，但係多咯。你会见到呢只 game 咧，其实做咗好多资料搜集嘅，例如佢除咗呢一啲风景之外，佢地图设计嘅仔细啦，再加上佢对于日本嘅传说咧系有好多嘅搜集嘅。不死身嗰度咧系好多嘢都系根据住日本嘅嘢去讲。如果你知道嘅话咧，你系会觉得佢做得好正。我哋膜拜并祈祷先。好啦，相信呢一个咧就系瑜伽族嘅。瑜伽美一族的女战士阿巴啦，就是伟明源一郎的师傅啦。当初伟明一心这个剑圣咧，见到巴的能力咧，都是被他吓一吓嘅。然后当初咧，呢一个巴咧，为了完成象大人的任务，就在呢度咧。斷絕咗佢嘅生命，我哋之前喺二父嗰一集咧已經睇到佢啦，就係、是、阿爸將龍印歸還嘅時候咧，兩個人總有一死，就係、是、因為佢少咗不死斬呢一樣嘢。選教哥，終於都嚟到仙鄉，睇下又係巨大嘅樹，真係宮崎英高咧，真係好多嘢都會賴一賴去講有關不死啊、地圖設計啊。其實好多嘢咧，你揾到同 Dark Souls 好有關聯，但係同時之間咧，佢係有好多嘢唔同咗。佢用一個日本嘅風格包裝咗，佢係真係好日本嘅 Dark Souls。但係個玩法啊、故事各方面咧，你真係覺得佢係好用心。好，正式嚟打今集 boss。中百目之翁，其中第一隻 boss， 我哋呢一隻咧，只不过系一隻过渡嘅 boss 嚟啫。咁其实基本上呢个地方嘅 boss 系难打。你见到佢哋咧，个个都龙咳紧嘅。龙咳嘅由来就系咁啦，佢哋全部都有不死之身，但系好可惜，佢哋
死得太多，都系会有龙咳之症。刮你一嘢 ，OK， 再跳翻上去，等一等啲嘢复活。啊，等齐人先啦，唔使咁急嘅。一隻，两隻，系，仲有几多只？得个两三隻，系是但啦。好，喂，个揿错掣顶啊！俾我擒翻上先，哎，敷咗喎，哎，等到 round OK 喎，而家 OK 喎，喂，慢慢招，啊，招树， okay， 好嚟，中八目之用，死 ，OK， 睇一睇剧情啦。在我們眼前即將出現的呢，就是整個隻狼故事的重點。為什麼會令到所有東西長生不死呢？就是這個神體，擁有神體的東西。这个就是英龙，哇，好有气势！所有隻狼的不死嘢都是由佢而生。嚟啊，英龙！非常之有气势的 boss， 虽然好易打。好，跳啊！好，我哋去个落雷位，跟住送你一个雷。量你有几大一不死身，你都唔够我抽。喂呀 ，sorry 啊 ，sorry 啊，对唔住啦。我嚟嚟嚟嚟，落雷。好啦。OK。喂呀，喂，叻机叻机叻机啊！我唔知系嗰部电脑有事定乜鬼，佢仲要喺啲咁嘅重点位叻咧，我懵懵地噶。我喺度，喂 help me， 哎呀走啊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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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危 ，OK 点啊？落雷 ，OK， 就系呢只英龙拥有一个不死嘅神。所以呢演变了隻狼很多不死的由来，而所有不死呢都是比较次要的，例如，之后的原之水啦，就是龙体的水啦，最有神力的，然后是去到鬼明原一狼那里就变了变弱水啦，跟着呢先锋之的不死虫和流，被神龙完全了的龙印之力，这一些全部都是比较次要的不死能力，最强的不死能力就只有英龙一个，所有嘢都系嚟自神。而你有发现咧，宫崎英高咧，一路打 boss 都好讲故事添。宫崎英高系好中意玩龙啊、蛇啊咁样嘅，唔知你有冇发现？好搞啊！系系呀！喂，哇哇甩落啊，大佬啊！喂，去边啊？喂，唔好乱咁撩啊，大佬啊！啲人撩回避佢一波攻势，咁啊照啊好啦，佢出呢一招风卷残云剑之后咧，佢后面就会生翻啲树出嚟。我哋去嗰个落雷位，落雷喂呀！佢吹走咗，顶你咩？落雷，基本上呢只系剧情 boss 嚟嘅。系话翻俾你听咧，只狼点样去攞龙类嘅啫？日本神话式嘅不死，好啦，正咁样，宫崎应该可以做啲咁嘅游戏出嚟。除咗 Dark Souls 式嘅不死之外，呢个只狼嗰个故事真系好啦，正败类。
好啦，我哋原之宫篇咧就正式完结啦。交战记忆，应龙，应龙乃神灵之龙，应龙类只有不死斩先至能够造成呢个败类嘅仪式，俾龙印御子饮下此龙类，或许便能够斩断不死。正啦、啊，正啦、啊。OK， 我哋强化埋攻击力先啦吓，睇一睇应龙嘅故事。伟明有一片格外古老的土地，土地的土壤和岩石和广泉的水脉，让神龙于此地落地生根。但亦都是因为这一条神龙导致伟明这个地方战事连连，啲人又为了追求不死，好似变到先锋子嗰啲人咁样腐朽晒。好啦，而呢一刻咧，你见到，伟明一心喺我哋攞完龙类的时候，佢已经苦苦哀哉啊，到底呢个天守阁喺我入去攞龙类嘅时候发生咗啲乜嘢事？发生咗啲乜嘢事？我哋留喺下集再讲。啊，今集嚟到呢度，下集再见，拜拜。